板的，对，哒，好，接下来一揉，哒，第二次移在水面上，好，哒，好，一揉，第二次来，停，第二次都移水面上，哒，好，回来，好，第三次到水面上停，好，一揉，跟着来，来，很快。他把抽，永远，好，小宝看到他，好，不用吓着他，好，小宝去看，水里面的自己，好，给观众，再给，李荣，好，站起来。投给观众，小心不要被埋起来了。对，好，小宝，手掌回给羽绒，对，好，搭手慢慢收回来。好，接下来是羽绒，投回去，手回来，一、二、三，小宝。记得哦，馒头剩下大概用手可以刚好握着的时候，整个给它塞进去，让它吐。好，三。好，羽绒再去拿。现在里面还有几块？三块。好，再拿一块。有两块，你们待会可以吃。对，啊？你决定。小块的，因为面包不够。对。好，小宝，面包不够，不要掉了，发出呕吐声音就可以。来，没关系，先吐出来。
对，没有那么多。吐，对。好，两个人 pose。李勇生气的看着他，你在干？浪费食物。对，然后慢慢给观众。对 ，pose， 什么都不要做。对，小派，但是速度加快，这才是乖孩子。哎，小宝记得跳出来的，好，吐，枕头吐出来，赶快塞回去。对，塞回去，留继续，不管它，塞掉。我是杨李荣，那我这一次是做美丽的演员。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一出戏最好玩的是，我不必去思考一个在舞台上，我不必去思考一个演员的界限在哪里。然后一些我平常不敢做的事情，都在舞台上是很合理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是最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这次戏是，与其说是在演，还不如说是在画画。我觉得我这戏真的很像在完成一幅画，所以我非常其实很喜欢这个感觉，很棒。我在演出的过程，排演的过程会觉得很安全，不管是演员还是导演，这个整个环境让我觉得很安全，所以，我可以接受吐出来的馒头，我可以接受。变成五分头的样子，对吧？我是胡唐志，然后我现在就读国立台湾艺术学院戏剧系三年级，我是编导组的学生，然后这次参与柳春春剧，就是阿中导演的《美丽》的出戏这样，那演这出戏的感觉哦，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蛮辛苦的，我觉得演起来就是整出戏，像刚才走了一遍下来啊，我觉得就是要培养蛮大的体力去面对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其实我觉得这次有挑战到我自己的一些，我觉得那是每一个人必然的一些恐惧吧，比如说你吐出来的东西你要再吃回去啊，然后还有一些那体力上的极限就不用提了，我觉得光是那些就是我觉得你自己嚼的烂烂的东西要拿出来再把它塞进去，其实我当时当时在还
在还没开，就是还没上戏的时候，还没在排练的时候，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其实有点惶恐，有点害怕，会觉得说啊，天哪，我靠，超恶心的。然后到最后还要把别人吃过的东西塞到自己嘴巴里面去的时候，其实自己的口水都不太敢吃，更何况是别人的。那我觉得就这次会有一些不同的挑战吧，就是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当演员一站上台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发现我自己是这样，就是当我很专心的时候站在台上，然后完整的走完一出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刹那，我完全不会去考虑说，这个东西很恶心，我就是，就好像把它当做一件道具，或者是 whatever， 我不晓得，反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还是很勇敢的把它塞回去，尽管是别人的口水，尽管是别人嚼烂的东西。我是柳春春剧团的阿中，然后是柳春春剧团第六号作品《美丽》的算编剧跟导演，对。然后《美丽》这出戏，其实我最刚开始想的时候，其实只有剧名两个字“美丽”这两个字，其实当初没有很清楚的预设说到底这出戏要讲什么，可是。我刚开始找的时候是找三个演员，然后是两女一男，对。然后后来戏跑到一半的时候，因为我剧本太晚出来，所以后来变成一男一女，对。那后来写好的三分之一的剧本就整个抽掉，然后就是回到说演员变成一男一女的时候。戏概是什么样子？我在想剧本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我把它拿来做，我先做对比，那彼此的色差到底是什么？有这个女孩子来对照这个男孩子，有这个男孩子来对照这个女孩子，彼此对照的时候，互相反射出来的色差到底是什么？让观众可以去，也许如果。我做的还可以或够的话，希望观众他可以在这个整个戏的从最前面一直到两个人开始进行反刍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自己去参与思考说，我凸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塞进去？我接不接受别人凸出来的东西？这样一个。他自己去决定说他要不要，那当然观众可能看完一直到戏最后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想吐的感觉，对。